呢個唔係煮豆研豆機嘅問題啊，呢個係一鍋熟嘅問題啊。如果上年嗰個嘅教會普查，你都應該睇到過去嗰五年嘅香港教會嘅年輕人流失得真係好嚴重㗎。你唔好喐手啊！唔好喐手，我問題。你報警，你報警，唔應該。我已經報警啦，你先報警嘅，你唔俾人救你私人地方啊！而家報警處理，你唔應該亂擁人㗎。OK， 我哋已經報警㗎啦。你報警，你唔好再擁人啦嚇。不公義嘅制度啊！公平應該只有地獄先有嘛！公平公義名存實喎。頭先你講到話嗰個會員大會決定咗係抽籤，但係而家個抽籤變咗乜嘢啊？變咗大圍標嘅抽籤，變咗篩選嘅抽籤，變咗小圈子嘅抽籤，發生咩事啊？有冇經過諮詢啊？你講咁多諮詢，有冇經過諮詢？你講拒絕盲目跟從，堅持聖經公義。呢度係門徒公義。好，翻嚟第二节啦。咁头先第一节都大家都倾得好开心啦，都讲一啲系啦，讲咗啲即系食咗好多成浸嘅花生啦，咁样。好啦，今节咧就讲一个比较严肃啲嘅 topic 啦。好，严肃啲。系啦，咁我会定呢一个主题咧，就系学童自杀停不了，教局懒理做烂 show。嗱，点解我想交代翻，点解我要拣一个题目咧？嗱，咁大家知道啦，而家自殺嘅新聞咧，每日都發生嘅，咁啊，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好多咧都係一啲讀緊書嘅青少年啦，咁而且咧，我睇到咧，唔同嘅案件嘅裏面咧，佢嘅方式咧都唔同嘅，有啲就跳樓啦，有啲就有啲就直接可能係吊頸啦嗰啲嘅嘢，咁其實都反映咗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警號嚟嘅，呢個警號係咩咧？香港呢個城市咧已經係變得係唔再宜居啦，咁樣。嗱，唔好唔记得阿林郑阿后任特首啊，佢曾经讲过就系话咩啊？佢上任之后咧，修补撕裂啊嘛。但系啦，唔好忘记啦，自杀成风呢样嘅嘢咧，已经困扰紧嚟紧嘅特区政府啦，新嘅一届特区政府啦咁样。佢亦都咧冇提过点样处理，点样根本上处理呢份嘅问题嘅。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话咧，教育局咧就咧弱石乱投啊。咁咧佢整咗个咩啊？整咗个防止学生自杀嘅专业。整咗呢个 page 出嚟啦，咁样佢就咧觉得以为用咗呢咁嘅方法去识别，甚至乎咧可以咧阻止嗰啲学生自杀啦，咁样。不过咧，其实咧你睇翻咧，我阵间会讲啊，阵间咧就会讲到嗰个内容咧就系好离地同埋好唔实际嘅，呢个第二个原因啦。咁第三个原因咧就我个人嘅原因，呢个系同个人有关嘅，因为我见到一班嘅学生咁佢都正值都年轻啦，年轻求学嘅时候啦。都系好黄金嘅时候啦，咁但系咧佢选择就结束自己嘅生命，我觉得咧，我心里边咧觉得好唔开心，好唔安乐。原来医院嗰度做，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咁都见到系咪？虽然我个 department 就唔系即系唔系直接去 direct 去处理嗰啲嘅个案嘅，但系总会听即我有时候会搭车嘅时候会见到啲新闻就系、是、哇见到啲小朋友即系。几岁可能十岁八岁可能已经系即系已经跳楼啊嗰啲咁事先都冇同屋企人表达过㗎喎咁我觉得日日都发生緊啦我觉得好心酸啊系啊。咁我都睇到吴克俭呢个废柴呢喺任期完结之前呢佢都唔肯检讨呢个教育制度㗎喎。咁所以呢三个原因呢都我想讲个 topic 嘅。咁更加令人嬲嘅一样嘅就系咩呢就系吴克俭呢个人真系不务正业㗎。嗱我睇返个记录就系呢2016-2017财政嘅年度咧，佢咧呢个人咧外访咗几多次啊？17次，系17次、哦。咁日数系咩啊？38日，即系话佢已经使咗纳税人嘅公帑咧，成70万噶啦。嗱，连头号粮粉阿刘国芬啊，民建联嗰个立法会议员咧，都睇唔过眼啊。佢就批评佢话唔能够将嗰阵时话佢德国考察啊嘛，咁佢就话喂佢唔能够将德国生涯规划嗰种嘅成功咧。实际香港嘅里面咯，即系呢个人差到系连民建联啲粮粉啊都顶佢唔顺啊咁样。好啦，咁我入正题啦，咁睇翻呢个嘅防止学生嗰个自杀个专业，你睇翻成个前设啊，我形容前设系好有问题嘅。嗱，佢有几方面嘅，第一咧，佢有一样嘢咧叫做拉阔角度放开心情嗰个嘅类似课程嘅咁样嘢啦，咁佢就系想想。
一班嘅老师咧，就用一啲正面嘅思维咧去面对生命嘅，教一啲学生去用啲正向嘅思维啊，咁样样。咁你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咧叫做生命教育科啊，即系话咧喺繁重嘅课时之外咧，仲要兼顾埋要上堂上咩啊，上生命教育，又有教育教案啦、教材啦等等咁样样嘅。咁呢个第二样嘢，第三样嘢佢就出咗一个锦囊，就系话。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人沟通，即是话我睇过个内容就是话佢就是点样样去识别嗰啲有自杀倾向的人啦，点样同佢沟通啦，咁佢有几步嘅咁样。但是呢你睇到咁多样嘢呢，其实呢有三有前个前次系有三个问题喎。第一个问题就是话喂，其实我哋有自杀倾向嘅人都佢就会觉得一定会好清楚咁样俾个识路人你知囉。唔会噶嘛，事实上，你如果真系好唔开心，或真系想自杀嘅时候，你系唔宁愿唔俾身边嘅人知道噶嘛？咁呢、这个都睇翻一啲嘅自杀嘅个案，佢跳楼嘅时候都系好突然噶嘛，即系好唔知道佢事前有一样嘢噶嘛，遗书都冇噶嘛，吓、啊、即系可能俾阿妈闹两句，打机闹两句，哦跳咗落去咁样，唔知噶嘛，完全系。咁你第一个前次有问题嘅地方啦，第二个问题嘅方就系话。佢完全系睇我睇过成个专业，佢就系话完全系个自杀嘅成因咧，完全系推晒喺俾啲学生嗰度咯，就系觉得啲学生自杀，因为个人嘅问题系佢哋自己抗逆力低咁样样，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哇，我政府同埋社会系冇责任咯，咁啊呢个系一个标签嚟嘅咯，咁样样，咁呢个系一个另一个问题啦，喺个前设上面嘅问题。第三个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佢好多提及就系话当。负面情绪啦，为抑郁啦，系一种病啊，系要去处理。佢就唔去教嗰啲青少年咧，去接纳一啲负面嘅情绪。呢个即系话，我意思即系话，呢一个系完全系讲正能量吓，讲正向思维，但系就唔去点样去接纳一啲嘅负面嘅情绪啊嗰啲嘅嘢。咁呢个三方面嘅前设系有问题嘅。好啦，跟住咧。我就会讲一讲，喂，那个自杀嗰个锦囊啊，即系嗰个系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人沟通啊。好啦，咁呢个系讲咩嘅咧？其实佢有四步嘅。第一步咧，带出话题；第二就系咧表现关注、分享同感啦；第三就系咧提问澄清；最后咧就系话给予支援并带出不同嘅观点咁样样。哇 ，Harry 啊，你睇到哇，原来同有自杀倾向嘅人嘅沟通，哇，原来要经咁多步。先至，你觉得？唔系我谂起三幅咋，你知唔知啊？吓，三幅啊，系三幅又有咁多步骤噶嘛？系啊，好 standard 大咯。个人咧，你要讲啲乜？跟住咩试探性问题，吓、啊、咩肯定问题，跟住咧，然之后又唔知问啲咩问题等等。三幅又系咁 step by step。系啊 ，step by step 咁样样。但系系咯，呢个正如头先正如三幅嘅例子，就系话呢个系一种系，我觉得系好咩咯，好罐头式啊。嗱，譬如好啦，好，譬如第一个带出话题呢一个，咁佢讲到佢有啲 example 嘅，譬如话你最近唔开心，不如倾下两句啦咁样。好，我觉得系听起上嚟咧，完全系好罐头啦，同埋好，我觉得系一种网加评论啦，即系你喺度你好，即系好似完全系觉得好觉得自己好了解对方嘅处境咁样。咁呢个。好严重嘅就系话会个自杀嘅念头会多咗咯，因为你我已经你咁样讲啊，你用啲咁罐头嘅方式同我讲嘢，喂，我梗系更加唔开心啦咁样。同埋咧，我想讲就系话真正嘅同理心咧，其实咧真系唔在乎你讲几多嘢噶吓，即系你在乎呢个人你肯唔肯去陪佢身边咯吓，即系话呢个其实系一个。我认为是一个一生咧都需要学习嘅过程嚟嘅。咁老实讲啊，唔系一两本自杀纸教出嚟噶嘛。即系你谂下啦，哇，即系同理心唔系话我谂啲嘢去讲俾佢听，去令到佢接受，呢、这个先至同理心啊嘛。系咯，我谂你明白，系啦 ，Harry 你认明啦，系啊，唔系我唔会明嘅，我哋点可以明白一个自杀嘅人嘅心情咧？其实你永远都系啊，因为好，我哋冇机会代入个处境。系啊，系啊，所以呢一步就系讲到清楚，就系话我哋同理心讲嘅就系话，唔系你讲几多嘢啊，你讲啲嘢冇用噶，即系啦，即系你就
同埋你有时候你讲嘢，有时候真係未必真係真係未必应用到对方身上面啦。咁所以就所以真诚同理心唔係咁样囉，係呀。咁好啦，跟住呢下一句就讲到就係话喂表现关注分享同感啦。咁嗰度呢就讲到其中一个 example 就係话我相信总会有办法的，知道人人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哇我觉得头嗰句真係极品啦，我相信总有办法。喂我想问一下啦，喂个事主就睇唔到出路嘛，我就觉得绝望，我就睇唔到前景，係咪我先至揀自杀呢条路嘛。咁哇 ,Harvey, 喂如果你心情唔开心，喂但有个人同你讲事实有解决办法嘅，咁你觉得点样啊？我觉得佢都係讲返啲好行嘅嘢啦。係啦，真係好行啦。除咗行之外呢，我觉得你自己你个方法你諗出嚟嘅嘛。你呢、這个我相信有办法，咁即係你呢个办法好明显係你自己諗出嚟㗎嘛。你諗出嚟好啦，你諗出嚟点呢？你諗出嚟系咪啱对方咩？可能唔啱㗎嘛。咁呢个系呢个第一样嘢啦。同埋第三样嘢就係话喂你觉得负面呢啲咁嘅嘢唔好嘢一定有解决嘅咩？唔系㗎，唔一定㗎。即係譬如可能系个女朋友走咗，喂咁佢走咗系事实嚟㗎嘛，你唔能够即係已经变成咗话喂个女朋友唔会返返嚟你身边㗎啦嘛。咁即係话冇解决嗰个咩㗎，即係冇解决个机会囉咁样。咁所以就系话我觉得呢句我相信总有办法，呢句其实系系有问题嘅呢一句。嗱下一句呢就重底写嘅，下一句讲咩呀？如果你死咗嘅话，你个男朋友可能会难过一排，但冇几耐呢佢会再识另一个女朋友，如常生活，唔值得啊咁样。即刻自杀。即死喎，真係。即刻快啲死呀。快啲死呀，你咪点解？因为呢个处境就係话喂你好爱佢嘛。你好爱佢嘅时候，喂你见到佢，你知道佢另结新欢，仲唔跳楼啊？即刻系咪？咁呢个系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就系话，其实呢种痛苦系好锥心啊！我想讲系好痛苦，即系呢种其实系呢句说话，其实系完全系咧逼紧对方咧未准备好啊。其实呢个人系根本未准备好接受呢个残酷嘅事实嚟噶嘛，接受唔到。但系你当刻逼佢要接受，咁再增加咗个机会去自杀咯，咁样。好啦，跟住有一 part 咧讲到咧就系话。佢有一部分呢就提到学生有自杀危机嘅表征，咁有几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呢就係话写文作诗或者言语表达人生冇意义，或者写到就係话天堂系理想嘅居所，甚至乎讲到就係话唔会再为人带嚟麻烦。咁第一样啦。第二样呢就係呢成绩骤降，对学习冇兴趣。第三就係逃学。嗱呢三方面呢就係喺教育局嘅角度嚟讲呢就係叫做有自杀危机嘅表征啦。咁但我觉得啱唔啱逻辑啊？唔啱逻辑咯，好表面咯咁样。哇 ，Harvey 你觉得喂圣经里面咧，喂有冇求死嘅例子啊？即系主动啊，其实啊，你求即系你取我嘅生命啦，咁样样。你旧约好似有个约伯啊嘛，系啊，即系嗰条约伯三个朋友仲嫌佢唔够惨，跟住系啊，讲到好大扎嘢，系啦，同埋都。系咯，除咗约伯之外咧，其实都有一个叫先知耶利亚啦。咁佢当佢力战450个巴力先知，哇力打到好激烈嘅时候，啊耶西别一句吓、啊，即系我若不取佢嘅性命，咁我就系啦，即系声言就要取阿耶利亚嘅性命啦。咁佢就去咗一棵罗藤树下求死咯。呢、這个例子都相信都好津津乐道啦，系啦。咁呢度咁。如果咁个角度嚟睇嘅时候，阿以利亚系咪算唔算系一个有自杀危机呢？啊，呢个系一个真系好值得去谂嘅呢样嘢。同埋你谂下啦，喂，写文作诗话表达人生冇意思，哇，即系咩意思？即系话咁作文嗰科要作唔考得作文啦，系咪？即系你谂下啦，喂，我写下文讲下。表达下，原来喺教育个角度嚟讲，喂，你已经系呢种系有自杀危机噶啦，咁样，喂，咁嗰啲中哲系逐哲学嗰啲探讨生死嗰个问题嘅时候，喂，咁嗰啲咪走火入魔，喺佢哋嚟讲系咪？咁唔啱噶嘛，根本就系完全系唔系唔啱，唔单止唔啱逻辑咯，仲系好表面咯，咁样。好啦，咁单头先我讲嗰两点，呢几点。足唔足以构成一个人将会自杀呢？咁样，
嗱呢一样系好值得去批判喎，即系咁简单，哇！净系对学习冇兴趣，净系唔想翻学。喂，可能我根本对嗰科冇兴趣，可能系根本就系话我唔想读书，喂，所以咪逃学咯，所以咪成绩骤降咯咁样。同埋我只不过我可能识写下嘢，喂，表达下意见啫咁样。咁原来咁样咧，已经喺教育局嚟角度嚟讲咧，哇，你已经系被关注嘅对象之一嚟噶啦，咁样。好啦。总之就整个嘅专业系有问题啦。好啦，咁带返嚟啦，跳返出嚟諗一諗啦。喂，其实原来呢成绩唔单系成绩好嘅学生呢一样都有自杀问题㗎喎、哦。亦都呢即係话唔一定呢有遗书交代自杀原因㗎嘛。咁你睇返之前嘅几单嘅新闻里面，其实都有啲都系冇同屋企人交代过，哦，可能有啲小朋友出错返学但冇返学。冇同媽咪讲，咁就直接跳楼，咁就结束咗生命咁样。咁呢、這个亦都听过，就係话有一个以色列嘅交流生啦，咁都喺中大个宿舍里面呢都搵吊颈啦咁样。咁都反映緊呢个问题，其实成绩好嘅学生呢一样係有自杀嘅问题㗎，我想讲。係啦。咁而且呢个问题呢开始去到打工一族方面啦，即係而家不论职位高低，呢个现象系冇停止过㗎。譬如好似有个建筑师咁样，早几日喺蓝田嗰度啊，咁佢因为工作压力啦，感情压力爆煲啦，咁就跳楼啦咁样。咁呢个其实我讲一样嘢就係话佢已经系一个好严重嘅社会问题。但系呢种社会问题系点解会出现咁样嘅社会问题嘅呢，就係因为成个社会就系行緊呢一套扭曲咗嘅价值观啦。系一种悲剧嚟㗎，我想讲。嗱，好简单一样嘢，喂。赢在起跑线，大家听过啦，甚至赢在起跑线啊，每起跑线系啦，即系而家就系话甚至乎有都讲过就系话喺赢在射精前添，赢在射精前系即系完全系由出世开始，父母已经系将个子女系当成系一个叫做即系追名争名逐品，系一种商品咯，系啦，即系。而家都讲啊嘛，教即系有时教育局成日都讲咩求学不是求分数啊嘛，咁但系你谂下啦，事实上边个家长做到求学不是求分数啊？如果大家睇过之前一套 TVB 套剧集，系咪？即系哇，嗰、那个阿江美仪饰演个嗰个妈咪嘅角色，哇，佢督促个女，完全一个虎妈嘅表现啦，系咪？即系呢种即系完全系求学当咗求分数呢样嘅嘢咯，可能测验少咗一两分，闹。就唔满意啦咁样。呢个系形成咗一种好大压力啦。咁唔单止咁㗎喎。你一下啦。嗱未出世两岁嘅时候，哇，我唔知你身边有冇啲夫妇嘅朋友啦，会话揀啲 M 班啊嗰啲嘅嘢㗎。Aaron 咪咯，佢有两个女㗎嘛。哦，系啊系啊系啊。听讲佢太太就要求比较高啲嘅。啊 ,ok。要求高啲嘅。系啦，即系读。即系可能系揀一啲叫做学前班啊，咁啊务求你两岁嘅时候，喂已经真系叫做学下学识翻学啊，学识同学识真系读书啦咁样。咁同埋咧会铺路咧，夸张到咧系铺路俾子女入名校嘅，有啲家长甚至乎可能系哇特登喺搬揾咗嗰间名校之后咧，就搬去譬如九龙塘咁样啊，搬去附近，哇咁啊。咩嘛咁就可以印象好啲嘛，咁你 interview 嘅时候系咪咁呢样嘢又系好别好扭曲囉。另一样嘢就系兴趣班啦，咁、啊、大家知道林林种种嗰啲兴趣班，咩学琴啊、跳芭蕾舞啊，依家就夸张啲，就系甚至乎即系学，即系甚至乎学乐器，好多嗰啲叫做乐器啦嗰啲嘅嘢。咁 Harvey 又喂你嗰啲朋友呢，即系依家点样，即系而家嗰啲兴趣班啊，即系而家就嚟暑假啦，咁你啲朋友有冇讲？你夫妇嗰啲朋友咧，会唔会开始谂？喂，有咩兴趣班学俾啲仔女啊？咁样佢哋唔单止讲暑假啦，就平时好忙噶，礼拜日系最忙噶。吓，礼拜最忙。礼拜日咧真系系由朝嗱朝头早翻教会啦，系然之后晏昼啊到夜晚都有啲唔同嘅班啊，系可能小提琴啊咩游水啊等等，一个接一个咁样。即系唔单止讲紧个细路哥忙，连个父母都冇时间休息。系咯，即系连礼拜日呢一个嘅稍微有啲休息嘅空间都唔俾，都冇，系都冇。即系你谂下，
你谂下嗰个价值观系点样咧？嗱，同埋一样嘢就系话，而家香港教育习惯系非常之差嘅。大家听过 TSA 啦，吓，即系 TSA 呢样嘢就嘈得好劲，话要去取消啦，吓。咁但系就系啦，咁都反映咗 TSA 呢样嘢咧，就系反映咗而家小学个操练文化已经系去到好犀利啦。咁甚至乎咧，系讲紧啊，呢个系成为一个嘅标准啦，即系学校嗰个嘅。个标准啦，咁样样，咁都反映咗系成绩为上啦呢一样。好啦，未够噶喎，嗱，中学应该听过叫生涯规划呢样嘢啦，生涯规划咁，呢、這个应该系我以前做学校嘅，咁其实就呢、這个就系讲紧就系话佢有一笔津贴，就俾生涯规划一啲活去做帮啲活动啦，帮做啲生涯规划，帮学生去咩去计划佢人生啦，咁样样。嗱，你谂下啦，个名系生涯规划嘅啫，咁但系好啦，你实质上。你生涯規劃嘅裏面，你話你想做你放三步，你想做醫生咁樣。喂，但係有時你出到嚟，你現實嘅環境限制之下，你未必真係做得到你當初你想做嘅嘢㗎嘛。咁呢、這個好啦，又係一個落差啦咁樣。同埋呢，你會發覺依家香港好多嘅下一代，好多父母呢，佢哋就有個人生嘅方程式。人生方程式係咩呀？讀好書啦、啊。點解讀好書呀、啊？讀好書因為要搵份好工囉。点解你要搵份好工啊？买层楼俾自己住咯，咁样。如果唔买层楼俾自己住，你点样安居乐业啊？咁样。呢、这个其实你会发觉好多嘅不论喺你会见到网上讨论区啦 ，Baby Kingdom 啲讨论区啦，你会见到好多呢啲人会讲呢啲咁样嘢啦，咁样。好，佢哋会关注佢哋嘅成绩多过佢哋子女开唔开心啦，咁样。好啦，咁同埋一样嘢就系话，你毕咗业系点样咧？毕咗业你痛苦会少咗啊？唔会啊？点解啊？因为你依家现实社会嘅价值观咧，系更加扭曲噶。我想讲就系话，好啦，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依家年轻一代喺呢个制度不公嘅社会制度之下，佢哋可以仲睇到几多前路？佢哋仲可以点样睇到前路咧？咁嘅样。好啦，楼价呢样嘅嘢，大家知道楼价又创新高啦，吓，即系依家我住青衣嘅，咁对面荃湾咧，西铁站嗰边咧就起咗一啲新楼，唔知柏咩湾、柏澳湾啊，一房单位好似我之前睇新闻，千几万啊，好似千几万啊，系千几万啊，好夸张啊，一房啫一房啊，系啊，仲要系荃湾呢，系啊，你谂下，喂，我啱啱出嚟毕业，嗱，我唔使搵两万咁多啦，喂，我唔系啲人咁叻啦，搵两万咁多啦，万零蚊好未？万零蚊。唔计衣食住行啊，俾家用啊，即系你储翻剩翻几多咧？你剩翻你要储几耐先至叫做买到叫做一千万单位咧？咁样好啦，撇开一千万单位咁极端嘅唔讲啦。OK， 嗱，沙田楼龄嗰啲楼盘，你会觉得你好平咩？唔系啊，我睇嗰时早两晚睇东张西望，哇，嗰、那个近居屋嘅楼盘啊，咩宝盈花园啊，哇，都要。成五百几万，系五百几万嗱，系居屋单位嘅啫。你谂下，佢哋呢种反应系咩啊？港人负担能力完全超过晒啦，即系要唔食唔饮几多年啊？十九年啊，我记得好似十九年你唔食唔饮啊，系基本上你断六亲你先至可以供到一层楼啊咁样。好啦，喂，下一代你唔靠父母做唔做到咧？自己谂下咯，系。好啦，就算推而求其之，你想申请公屋，你想搵一份人工低嘅工申请公屋，你估好容易啊？你谂下，公屋轮候册，大家排咗几十二三成三十万个嗰、那个申请，吓，呢个轮候册平均等几年啊？等四五年，呢、这个最少嘅数。嗱，你谂下啦，依家有个新嘅计分制，新嘅公屋计分制咧就系话嗰个依家每打一岁多三分，你当你去到年龄越高就越高分就越易派到间公屋俾你。喂，咁好简单。喂，我单身嗰啲揾得唔多，我要申请公屋，系咪真系咁容易咧？咁样吓、啊，好啦，仲有、哦、你唔好忘记一样嘢，依家房委会咧，房署咧收紧咗个公屋附户政策、哦。而家咧，以往咧双轨制嘅，咩叫双轨制咧？就系话你资产限额过一百倍，同埋你个月薪好似话超过五倍，以前咧呢两个条件要同时出现先至收翻单位，但系而家唔系啦，你是但需一样，你资产过一百万或者你月薪超过个上限四五倍，五倍系，咁就你已经冇得公屋住啦咁样样。
喂，咁好简单，咁我就想问啦，喂，就算你in case 你真係有超过上限嘅一啲嘅收入，你嘅资产，你买到楼咩？未必，肯定买唔到啦，真係你就算揸住200万，假设揸200万，你买到咩楼啫？你买唔到楼㗎嘛。咁即係成个嘅制度基本上係囉，又係好唔公义囉。即係明明呢个双轨制就係保障有啲人就係、是、当佢退咗休啦，佢做唔到嘢啦，咁佢去揸住不退休金可以住㗎嘛。咁依家哇，依家搞个单轨制，哇，我随时一嗰啲入息过少少，超过少少啫，咁就已经要收咗间屋啦，咁我住边啊咁样。咁呢个完全係囉，呢、這个其实係搵咗一啲叫做公屋富户囉，去开刀囉咁样。我觉得呢个制度係啦，即係对于你，特别係对于年轻一代嚟讲係好唔啱，好唔公义㗎嘛。即係我就多咗少少钱啫，你都唔俾我住公屋咁样。我觉得係啦。咁而且另一样嘢就係话，香港嘅言论自由呢其实减少咗㗎。你諗下，阿傅斯克佢只不过讲咗一啲批评七警集会嘅嘢啫，都俾个邦港出声批斗到依家灭咗声啦，唔讲嘢啦咁样。喂，咁冇办法改变现状喎，你会发觉就算你点样讲都好，你都阻唔到林郑上任㗎喎。咁样。好啦，同埋最大嘅问题就係话咩囉，就老无所依啦。咁大家知道你依家退休保障好差㗎嘛，而家保障。而家退休你諗下，我啱啱睇到嗰个嘅排嗰个院舍啊，都要排几年啊，排几年先至可以入住嗰啲院舍，资助嘅院舍，等得嚟都蚊瞓得都死鬼咗啦。喂，如果一个人年轻人，喂，冇拖拍，冇分结，第时点啊？第时咪孤独终老咯。哇，孤独终老呢、這个社会都系完全系唔完全唔 take care 啲老人啲咁嘅老人家噶嘛，即系依家嗰啲。叫做送饭居即係帮啲老人家送饭嗰啲服务好差㗎嘛，即係又成日送饭又迟啦，又成日送漏啦咁样。喂，其实根本上係冇办法照顾到依家人口老化嘅需要㗎嘛。咁所以从咁多样嘢嚟讲，自杀嘅问题，喂，唔系政治问题呀、啊。我讲嗰啲全部唔系政治问题呀、啊。喂即係老无所依咁样。喂，如果你政府做多啲嘢去保障啲老人家，第时哇真係得独居老人嗰个嘅起居照顾问题。喂，其实全民退休保障咪做到囉，多返几千蚊使，佢哋唔使咁惨，唔使执纸皮囉，临到执纸皮囉咁样。但係依家系咩呀，依家就完全系唔理啦，而家就系话搞个资产上限，有啲十零万嘅一啲叫做咩生活有资产审查嘅一啲嘅津贴啦咁样。喂，呢啲完全系政治问题啦嘛。咁呢个唔单止生活嘅问题嚟㗎嘛咁样。好啦，事实上另外好多个政党已经不断咁样讲啦，呢个咩呀，取消 TSA 呀、甚至跨党派呀、建制同非建制一起要求取消呀、佢哋都话咯都唔会取消呀、梁振英都话唔取消呀、林郑都话取消嘛，但係689就话今届政府就唔取消。你谂下，梁振英啲系咩人嚟啊？嘛，系咪先？同埋咧，一样嘢就系话，作为基督徒嘅父母，其实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做呢样嘅嘢，更加去抵抗头先所讲嘅一啲主流扭曲嘅价值观咯。但系事实上，佢做唔到咯，就系、是、话，好啦，最后我个总结就系咩咧？就系边个杀死年轻一代嘅咧？系边个做嘅咧？系咪自杀咧？唔系，我觉得系父母啦，佢父母头先讲嘅扭曲嘅价值观啦，一啲嘅。错嘅一啲嘅完全忽视子女嘅感受一啲嘅做法囉、社会嘅制度啦，头先所讲、其实系两样嘢呢，其实系扼杀咗年轻人嘅未来㗎，我想讲。同埋呢，我想讲就系话喺教育局一份嘅防止自杀嗰个嘅专业嘅里面呢，佢好强调正面思维，系不断咁样吹嘘，不断认为系正面思维好重要嘅，要转念嘅咁样。但系我想讲，呢做法系会造成更加大嘅悲剧，因为呢想法系扭曲咗噶嘛，你阿 Q 精神嚟嘅啫嘛，你唔会真系咁样谂噶嘛，系啦，咁呢种扭曲想法咧系帮唔到佢，系脱离呢啲嘅困境噶。同埋咧，我想讲就系话，佢以为咧整出个尊严，就忽视翻头先我所讲社会现有嘅问题，就等于做咗嘢，唔系做烂苏系乜嘢嘢啊？系咪？同埋我想讲就系话，最后就系、面对一啲情绪低落嘅人呢，真係呢要陪佢
陪佢哋喺身边咯，系陪啊，陪伴，唔系讲一啲好似头先啱啱所讲嘅一啲罐头式嘅预设式嘅对话。呢种真系陪佢身边，系共同面对，对于情绪受困者先系最大嘅帮助。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约伯嗰三个朋友咁样咯。嗰三个朋友见到约伯，哇！佢啲家当冇晒，家人又死晒，全身系生毒疮吓，见佢好惨。于是三个朋友咪咩咯？咪不断揾原因咯，揾点解佢受苦咯？咁但系唔系啊？最终系冇噶嘛？最终系成章约伯记，佢冇讲点解受苦噶嘛？佢就神就净系带佢去睇佢嘅创造系点样样，佢带到佢系睇翻啊佢嗰个嘅即系讲到佢神嘅心意系好难测嘅咁样样，即系咁令到约伯个眼光咧就望翻喺神个心上边。咁呢个其实系我想讲约伯嗰三个朋友咧，其实系一个好差嘅例子嚟噶，好差嘅辅导嘅例子嚟噶，即系。因为佢哋完全系犯咗，完全系犯晒嗰种嘅错误咯，啊，犯晒嗰种一啲嘅对于情绪受困嘅人，佢哋唔应该就系话妄加评论啦，不断系去用一啲建预设性嘅对话同佢讲嘢啦，去甚至乎论断呢个人有罪啦咁样。其实系啊，我建议其实大家真系如果真系陪伴一啲受情绪困扰嘅人咧，最好咧多读约伯记。系啦，对系有帮助嘅。咁 Harry 有冇补充？第一节先讲咗，冇一拢嘴讲晒啲嘢咁样。系，你呢节都系啦嘛，成半个钟头你净系讲自己预备咗嘅嘢，完全冇谂过听众消唔消化到，真系，真系要慢慢教真系。嗱，必须要讲咧，即系对于呢个嘅自杀潮咧，其实我哋觉得惋惜嘅，即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其实我哋系觉得难。即系第一样嘢啦，咁第二亦都系我哋永远冇办法去即系代入翻，即系嗰啲真系去寻死个人嘅个心境咁样啦。即系我哋好难话我哋系真系去了解佢哋咁样啦。咁而即系睇翻，喂，其实吴克俭你都知啦，仲有几个月佢冇得捞噶啦，系啊，冇得捞。咁你仲想佢点咧？我觉得即系唔系话为佢开脱啊，又去到喂得翻几个月都冇得捞噶啦。差唔多系林郑开口派噶啦，佢一定冇得留低噶啦。唔系，其实就算边个做特首，佢都冇得留低啊！讲真，真系咁，佢仲边有心机去理呢啲嘢啊？真系都冇，即系闹又闹过，即系我哋。但你问我有冇出路嘅时候咧，我又睇唔到，即系嚟紧新一届嘅政府话会比过去嗰五年好咁样。就算而家林郑话去搵早班啊，佢都。遇到好多问题啦，系啊，惊七一话搵唔齐唔够脚啦咁样。系啊，因为谂下啦，呢个厨房热度真系边鬼个入去咧，都死啊，都死啦，真系。咁即系作为香港人嚟讲，我哋只能够所谓自求多福啦，只能够咁讲。所以都其实呢个题目冇咩好讲啦，真系我觉得系。咁好啦，咁有冇嘢补充啊？都冇啦，都冇啦。好啦，咁我哋有个结束嘅祈祷咁样啦。创造天地嘅上主，咁真系喺呢一个嘅四月份里边，咁我哋都去经历咗好多。喺教会里边嘅，我哋见到好多即系令人不堪嘅嘢，有好多我哋觉得即系今日嗰种嘅所谓堂会有限公司化，只求发展，只求令到自己要赚多啲钱，赚多啲人，但系就唔去问究竟我哋所传嗰个福音系咪真正嘅福音，我哋今日所做嘅事系咪？耶稣基督与我哋所做嘅事，我哋对于呢种教会嘅腐败，我哋感到一种嘅惋惜。喺呢个宗教改革嘅五百周年嘅2017年里面，我哋作为香港嘅基督徒，我哋希望可以有所作为嘅，都能够去借鉴翻五百年之前嘅改教嘅先锋一啲嘅先言，我哋能够有一种推动咁样。亦都见翻今日喺香港社会一啲唔同嘅自杀潮，好多学童佢哋去结束咗我哋宝贵嘅生命，我哋都觉得好惋惜嘅。即系我哋有时候觉得，虽然呢个福音系需要传，有时候我哋对于都觉得教会好不堪，但有时候觉得即系呢个社会又好需要福音，我哋。系处于呢种矛盾嘅当中，有时候我哋都唔知点去讲，求主去用你嘅灵去真系安慰我哋。我哋简单而不完全嘅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而祈求。阿门，阿门。